啊哈，新的一天，今天是休息日，出去散散步吧。这边的空气多新鲜啊，青山绿水，真是让人……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奥特曼吗？他们在这儿干嘛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太可怕了吧！这一下子差点要了我的老命。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存在啊？那边太危险了，我还是来温泉这边玩吧。哟，小白马，让我骑一骑你。哎，你别跑了，你别跑了，给我停下！哼，本大爷不骑你了，我要去游乐园玩。哇哦，蘑菇热气球，我还没有坐过呢。嘿嘿，缓慢地升上天空的感觉真不错啊。啊，可恶，那个鬼东西还不打算放过我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的问题，我刚才看见那匹马在大街上倒着跑。哎，啊，又是你！不行，我要想个计策解决掉它。那只能这样了，声东击西，借刀杀人。快来追我呀，你们这两个傻骷髅！好，您过来了，那我们出动吧，朝我开枪吧，你这个混蛋！现在我们可以在天上看好戏了吧？哇，为什么还是会这样？难道？真的要用出那一招吗？怎么样，尝尝我的剑法吧，看看你遭受得住吗？哼，难得的休息日让你给搅和了。哎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不会以为我打不过你们吧？哼，我都不屑一顾的和你们战斗，我要去玩了。如果你们还跟上来的话，我就踩死你们。可恶，这个世界没有王法了，明明是他们先攻击的我，他们现在却恶人先告状。哼，我要警察局看看是谁这么阴险。啊，太可恶了，我感觉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针对我。哎，我一定要报复回来。前面的小货车，你给我听着，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你现在如果停车的话，我可以。只是想在游乐园玩一玩啊。为什么欺负我呀？是你们，那我这次用我的无敌摩托车对付你们吧。